后呢，紧接今天肯定是一天了，对，明天也许会是两天了，嗯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永远是画叉，你记得，就是说在它那个区域里面，银色区吗？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画叉，嗯，然后这个属区域，到时候你问他，你是在哪个区域抓的，他们告诉你，一定要问他，这要问空的，一天第十二，然后他如果是一个区，那你就不用写这一串。